食住嗰個啊勢咧，就間公司咪賺翻咯。咁按年度個拐點啊，咁啊2008至2009年會計年度裏邊咧，淨係呢間 BPO 啊，話嗰個收入咧都已經超過3億美金噶啦。一陣翻嚟啦，我哋再同大家講下呢間 Infosys 啊。嗯。姚萬清、黃偉傑、黎嘉欣，年輕新一代。咁多隻卵，究竟買 call 定 put 好？下晝4:30，揀卵前要了解市場形勢，窩卵、牛熊證相關政府最新報價同期指。这里是华强北。华强北。